它是派对帽，它不是喷水。我一直以为它是喷水，我相信这件事情，相信了很久。我因此就是对他感到特别的认同，因为我觉得他真是太奇怪了，就是他做他不该做的事情，这样，可是他做得很好，而且再讲一次，他是二 D 的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但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是派对帽，因为就是原来这个系列的每一个动物都有一个很像喷水的派对帽，喷水的派对。他们跟着我从家里来到这边。今天哈，我上一次比较 S， 我今天的造型 S 不起来。我刚刚就是刚刚那个造型师说，你可以把那个头发拉前面就可以玩。然后我就一拉到前面之后，我们两个直接笑出来，这样大笑。好。再讲一次，我是郑颖诺，很开心来到大众 Legacy。今天是都市女生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表演，然后它是一个，就是其实是因应疫情而诞生的一个组合，但是我们自己玩的蛮开心的，希望大家今天也是。然后，今天会有，希望没有人要赶高铁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可以考虑一下，你要不要打消这个念头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我迅速讲一下它好了，就是它是一首新歌，叫做《天已经要光》。那其实它也会是接下来在我的新专辑里面的歌曲。那它也是在今年的一个算是，就是我长出一个比较难得让大家看见的人格这样。对，今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，那我自己是起起伏伏，但我想可能因为疫情或是因为各式各样的，大家或多或少心里面东西比较多，这样，那就送给大家这首歌，就这是我自己心里比较多的，心里事情比较多的时候写的歌，然后现在就是发现它是一首很帅的歌，这首歌叫《天已经高光》。
就像